起自我，仔细细问我，明去眼眸，分太多哀愁，不必看我，仔细细问。伤心头，这世界已不是我所能了解的，生活生活也不再有我能预知的结果，为何我要接受宿命的悲剧传说，这世界已不是我所能了解的，生活生活也不再有我能预知的结果，是不是我也可以有所选择，30年的沧桑，我经历我自己感受，袭击着我，所以些许冷漠凝聚眼眸，曾太多哀愁，不必开我，曾些许孤独心痛，这世界已不是我所能了解的，生活生活也不再有我能预知的结果，为何我要接受宿命的悲剧传说，这世界已不是我所能了解的，生活生活也不再有我能预知的结果，是不是我也可以有所选择，我经历这世界已不